捐髓救人，无损己身，就是这个标语让家住新庄、假日准备到阿里山旅游的吴亮仪动了救人的念头，成了当天第一位抽血建档的志愿者。因为他说十万分之一的几率，然后就是非常的不容易找到能配对的对象，所以就希望以后如果真的有机会的话，也是可以帮助到别人这样。十万分之一的配对几率，能够成功配对救人就是奇迹。因此，骨髓关怀小组志工们二十多年来努力宣导，为血液疾病患者的明天坚持不懈。因为一个患者病了，整个家庭哈都是跟着担心，然后救一个人就等于救了一个家庭这样。嘉义这场造血干细胞捐赠验血活动，在志工的宣导邀约下，共有24位民众建档，接下大爱善因缘，给病患带来更多重生的希望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许凤娟、黄志芳嘉义报道。